睡醒，都觉得大意的真相若隐隐。为什么要听妈妈的话？长大后你就会开始懂得这段话。长大后我开始明白，为什么我跑得比别人快，飞得比别人高。将来大家看的都是我画的漫画，大家唱的都是我写的歌。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，温暖的时候在她心里面。小心